其实望住丽晶啲楼咧，有冇有阵时谂下住喺上面好啦？有阵时谂下咧，哇！突然间咧，今晚瞓咗觉，听朝咧，可能喺丽晶啲楼度醒咯。有咁样谂过噶？我觉得好好。啊！住喺九龙湾启乐南屋区嘅居民，继续以行动争取上楼。喺社工推动下，好多小朋友亦自动自觉帮手。好多事实嘅问题，我哋都要大家听嘅。大人争取先拆林屋。大人争取，即系好似都系大人嘅责任咯。细路仔，你哋自己都有份参与。咁如果佢哋争取唔到嘅话，我哋继续喺呢度住，大个系咪我哋嘅事先？总之喺呢度街坊咧，个个都有份嘅。我们不愿住林屋，也不愿他人来受苦。请愿嗰阵时咧，我哋即系个心同大人一样，但系嗰到咗好似而家咁咧，都冇乜一时时会谂住想搬咋。喂，唔少啊！哎呀，你看看多大份。老爸，老爸，真的。老爸，没买到。老钱啊。你知不知道搬走得了？其实你喜不喜欢上楼呢？不喜欢。为什么？我觉得，除非这个环境再差一点，我才会想，因为现在我觉得你上咗楼咧，你又冇咗呢班朋友噶。有屎个粪！你呢啲书啊，你啲衫啊，摆喺边啊？衫咧就系摆喺个呢啲柜桶咯。如果冲凉咪开啲柜，啲书咪摆喺度咯。瞓觉嗰个地方边啊？上面啊。带我哋上去睇下。以前瞓觉就喺上面啊。我媽咪就瞓喺度，呢度上面咧就冇人肯瞓啦，因為咧呢度咧好熱嘅，瞓喺度。我就瞓喺呢度食飯，我就好就瞓呢度，有時同媽咪一齊瞓咯。我呢度就流水嘅，呢個我朋友咯，叫金文，有個家住咗啊，係啊。咁你捨唔捨得？捨唔捨得走啊？離開呢度咪？見少啲係金文喎，唔好似以前咁。佢成日都嚟噶啦，唔使驚我，唔使驚。我依家啲本來依家就係等啲我媽嚟嘅儲物金就夠我唔捨得朋友啊，捨得朋友啦。金文咧？會不會好羨慕啊？阿偉玲有得上樓啦！佢係羨慕啊，好靚噶佢。係啊。你上去啦？唔係佢就喺，即係睇到出邊嗰出頭山睇到啊。佢走咗之後咧，玩嗰陣時咧又少咗一個人。翻學仔工嗰時。就唔好玩咯。喂，踢到落實彈佢啊！放低你咧？你而家搬去邊啊？石山村。可唔可以生？大啲啊！啲廁所好臭嘅。三色之神，我入边个门可以，呢度唔可以入。
哇！天天好，天天好，爽你了。哇！你好几次啊？好几次了。谁啊？谁啊？谁啊？又是直播间，直播间的，在播间看，哇，对喽，你这个的确是漂亮哦。哎，我在房间里面，我真的。这个是黄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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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冇想翻返去林屋區住啊？有。點解啊？覺得嗰度有古怪心，我玩過呢度咯，不過呢度舒適啲。不過好多人都想住呢度，但我唔係嘅，我中意住嗰度玩咯，有得貪玩啊。呢度就唔貪玩啲，多數都想住樓噶啦。會唔會好矛盾啊？不過有時又想住樓，覺得住樓開心啲。你哋可唔可以快啲啊？你数第几层冇窗帘就系啊？第几层啊？冇衫。第九啊？系第九层冇衫冇窗帘，冇衫冇窗帘嘅。一二。黄色楼、蓝色楼、绿诶翠色楼，跟住仲有呢个橙色嘅，系金色楼。啊我覺得咧，好多樓咧，好高好高，起到好高，突然間咧有啲，咦，想買嘅咩？邊個住㗎？邊個住啊？我哋咯。一文啦，有冇到你屋企啊？睇唔到啊。點解？你啲屋遮住曬，嗰啲高樓大廈。哇！喺度望落去咧，好似我哋住嗰度咧，好似一個夢咁咯。遮住啦。即係好矮咯，即係比嘢，即係嗰啲比唔上嗰啲樓咁咯。如果但係你想搬去邊啊？我比較搬啊，我會搬去德福，我就想搬去麗晶，我想搬藍田咯。哇！咁快決定咗我輸人。哇！呢個係自由啦，我睇啫嘛。有獨立嘅廁所啦。佢有自己一間房有廁所有三個房快點入去門鐘樓自己間房有啲咩你覺得嗰間新屋一定要有嘅就係、是、廁所同埋廚房點解我哋而家用嘅啲係兩樣一齊用噶嘛，但係搬嘅新樓咧可以分開噶嘛。要幾大啊？你哋先請。咁大先請。